年轻的时候样子啊，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没有想过呢。然后蛮多那个16岁有怀孕啊。啊，不是全部哦，是偶尔啦。有的太夸张了，有的比较爱情发苗，你知道吗？那个，我来问一下哈，你现在读哪里？花莲体中啊。花莲体中啊，国中念哪里？万荣国中。那个跆拳道队的。对对对。练多久了？4年。国中，国中才开始练的吗？对啊。国小练吗？国小6年级下学期开始练了。国小练哪里？国小练万荣啊，国小练名利。都6年都练名利吗？就转学。一二年级读和平，然后3年级半年读那个桃园幸福那边，然后后来就幸福国小。对，然后后来剩下就回来了。你就回来名利。对啊，名利国小。你说国中是哪里？国中是万荣啊。万荣国中是万荣国中哈。对，万荣有跆拳道队啊。有啊。是校队还是体育班？校队。我校队几个人不知道呢。我怎么没有听过万荣有跆拳道队？当然新成立还是很久了。你不知道啊，是我最近才办而已啊。啊，那你怎么会想练跆拳道？没有啊，就觉得跆拳道很帅啊。我太阳，你叫什么？我大是 BB， 你大是 BB， 我弟弟叫我大是 BB， 我妹妹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大是 BB， 我大是 BB 了，我上课我大是 BB， 我大是 BB 的课我大是 BB。太阳话妈妈怎么讲？我大是 BB。雅雅念一次。雅雅 BB， 雅雅买头，雅雅买头。你跟谁学的？他跳舞叫 BB， 不是我在学吗？裁判都愿意被拍摄，那请他停止拍摄动作。你们没有资格这次赛事，麻烦你向县政府嘛。这两队教练哪个学校名字报出来嘛？啊，我现在就不让你拍、啊。为什么不能拍？不能拍，我学生啊，我有肖像权啊，你为什么要拍？那你们不要比赛啊？为什么不要比赛？比赛是县府办的，你要申请摄影证，请去跟县府申请。现在都有手机，我们有大型录影机到场地里面。啊、你要经过我们同意才能拍啊，你有经过我们同意吗？那你去提告嘛。你去提告嘛？提告啊！我们现场就请那个。我们请法官来解读嘛。请我们警察人员帮我们一下哈，我们双方球员跟教练还有裁判都不愿意让他拍摄，这个是县府的比赛。会长听到连裁判都说同意，那你们全部是不是？好、哦，可以。哎、欸，大哥，他们都遵守，他们都不需要你拍。我没有违法、啊，你专哪一条嘛？什么叫不同意？那你们去离开美伦国中自己去比赛嘛？不需要你拍啦、啊。你这什么机会啊？离开啦、啊。嚣张跋扈到这种程度哦、喔。可以麻烦你离开吗？我为什么要离开？我没有违法、啊。大家都是好好的跟你讲，请你离开、啊。请不要影响我们赛事的进行。你不要影响足球运动发展，好不好？对职员、选手、家长之外，群众就是观赛，眼睛看，不是录影。请问您是要当群众来观赛？麻烦请你去做裁判好吗？你管太多了，麻烦去做裁判，你管到太多了。裁判长、欸，这是我们的裁判长，一样啊，要服从法律嘛，一样的做法嘛，哈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要录影，请你去跟县府申请录影证或是记者证。否则就请你做好你的。我们也到场内，谁旁边的人本来就可以录影，那不是大人家到里面申请，你不要自己解读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自己解读，本来就是这样。你不要公器私用，利用警察来弄我，麻烦你去执行做你的裁判工作。来，我们请那个总干事帮我们处理这件事情。哦，拜托拜托，不要这样，好，不要影响我们检测的。嘿，嘿，你看到没有？教练说，让裁判为难。裁判跟教练根本不认识我，那些原住民教练对我有偏见，不准我拍，其他的有讲话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好了，人家快比赛快开始了，你要嘛你就是退到后面那边去。我就这个距离，我没有违法，我是搬法条出来嘛。你也是有时候会误判，你也是搬条例出来嘛。我们没有违法。他们现在大会，他不高兴他的事情。他们租借这个场地在办活动。县政府运动这是公家活动，不是他们私人 club 俱乐部。club 俱乐部哦，不要误解哦，拜托。因为疫情关系啊，他们就只有限定家长啊，
外面已经讲过了，实名制登记，我照规定了。实名制登记。好了，不要跟我讲这个，我已经讲了嘛，那边有去查嘛。练了之后真的有感觉很帅吗？没有啊，就很累啊。很累哈、哦。你现在本来是瘦瘦的吗？对啊。现在体重多少？现在体重多少？84。84，你身高多高？172而已啊。174。对啊。你是刻意要打重量的？不是，不是那个重量级的。体重自己往上飙的。吃太好吗？对对，吃太好，吃太好。妈妈的菜，妈妈做妈妈的菜很好吃。阿妈了，阿妈。八姨哦。阿妈。八姨叫什么名字？阿妈。阿妈不是八姨吗？你哪一组的？对了，对。你爸爸妈妈都德鲁古啊？没有，妈妈泰鲁格族啊，爸爸客家人。哦，爸爸哪里的客家？不知道嘞，我小时候就没看过爸爸。那、你小时候有在？小时候在和平吗？哎呀，河中嘛，哎呀，哦，好，等一下啊、哦，你先介绍一下，陈祥军呢、啊？陈祥军，对，吉祥的祥，对，军是军字旁的军吗？雷霆万军的军，对对对。德鲁古的名字？雷高，雷高伊玛，家妈妈，妈妈叫什么？雷高杜姆，雷高杜姆哈、哦，那个现在花莲体重一年级啊、哦？哎，你们那个跆拳道几个人？花莲体重？不知道呢。你不是一年级，我没有点过十几个友了。哦，十几个友，那那个学长学姐有没有照顾你，还是会欺负你、啊？不会啊，学长都蛮照顾的、啊。哦，那以后要不要念大学？没考虑呢，当兵吧。去念大学？那你们是脑袋有问题是吧？为什么不要念大学？那花东这边都不要念大学，都整个这文化都落寞了。当兵好啊。去念大学是再去当那个军官，不要当士兵，去当军官。好，懂不懂？好。当你要当军官以后才能当将军呢、啊，你当士官没有永远没有机会当将军，知道吗？懂不懂？如果干拎你啊，客家话怎么念？屌你妹！超级掰怎么翻？超级掰。看啥小？看嘛个小。破麻。烂鸡掰。妓女怎么讲？穿心吗？卡边怎么讲？卡边。摸乳像。咩能红？男生的懒觉客家话怎么讲？睡。啊，阴户急掰怎么讲？急掰。月经。月经。念完大学把英文拉起来，你再去当兵，它里面升迁跟加薪比较快。懂不懂？不用再在职什么就读拉学历。嗯，有时候有的做八年不要做了，退下来你还是有大学学历可以转换跑道，懂不懂？要留后路。好。哦，那会不会想把德鲁古话学好？会啊，对吧？当然会、啊。有在学吗？会啊，会听啊，也会讲一些而已、啊。那我就问十个单字哈，男生怎么讲？生脑、啊。女生。姑友。妈妈。姑姑，爸爸，妈妈，好，那个小便，小便，小便，称母，哦，大便，他有打给我呢，勾结，哦，还不错啊，那个什么，很厉害，怎么讲？很厉害，这个我会，不什么？谢谢，不什么？不啦，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不知道呢。有学客家话吗？没有。那客家话会不会讲一两个字？
我只会讲安子车而已啊。哦，那客家话那个，我现在是讲开玩笑的哈，像闽南语讲那个干娘，客家话怎么讲？我不知道呢。聊娘妹那次。我没有去学，我没有去学。我没有去学。回去跟爸爸问是不是叫屌娘妹，现在很多那个流行歌哈，嘻哈的就有这个歌词在里面。嗯，然后，嗯，好，那个会不会想学客家话？不会，搬家了。啊，不想学。嗯，以后要拆掉，好，那离开。没有，互相保留证据嘛。你要保留那个证据，没关系，你就拍。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。好。那个店先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这涉嫌盗什么东西吗？你赶快去拆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有权利哦。你也在录影嘛，好不好？你去拆了，赶快去拆了，哎、欸。我知道我会去拍。李先生，你刚刚就这样，我不知道你叫什么，我刚刚那个证据忘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直接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要窃占公家的所有店，所有财产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哦。你先把它拆掉，好不好？村长，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。你让你拆掉，这是你的线了。谁是买货的干嘛？可能大会没有提供、啊。有提供，但我不想喝外面的。喝水，现在这个体重，你还在那乱喝糖？我要增重。你要增到多重？我还有3公斤要增的，我84，我打87以上。你为什么不打轻量级的？没有，我来不及报。你下次把它捡回来呀、啊！不是有时候那个会影响身体，你们不要刻意蒸太重，啊，然后身体都坏掉了啊！好，去，刚刚我刚过去，再30秒，现在去哪里？买饮料而已啊！谁说那很急？我家人回来，叫他们买给你就好了。没有啊，他们不会这样。等一下，我不能，现在不能进去拍，拍一下。那个，你现在功课好不好？也还好啦，普普通通啊。有没有在念书？有啊。英文给我5个单字，你会也随便。Yes, no, I don't know. OK, it's OK. 你太扯了吧？名词的，快点。名词。没有。鸟怎么讲 ？Bird 啊。对啊。天空。Sky 啊。很好啊。那个风。Wind。嗯。脚。脚。脚。红雀。那个踢足球的那个脚，我忘记了。手，过了吧？手，嘿，嗯，嘿。把详细的资讯送给大家。啊，我会详细的处理这些东西。有人提出疑问，有人拍照，有人拍照，有人拍照。我不晓得他什么意思啊？要干什么？对不对？是临时的，我也是详细的，每天出雨的时候给他出来给大家。你怎么可以给人家？啊，没事。哎，下一个。那你有没有学吉他、钢琴？没有哎。下次跟你们那个花旗的教练讲哈，说五代 SPD 可不可以去拍你们练习记录，然后推广到部落，帮他们招生。拍你们的话，可以给秀林万荣。花莲宜兰的看啊，好，对不对？那花旗有跆拳道店，可以去跆拳道队可以去你们学校报考，好，又不用收费，好了，懂不懂？那就可以一个一个拍，慢慢拍啊，好，懂哈？好，那你那个介绍一下花旗这个学校好不好？好、啊，有什么优点？优点是很多啊，就是有很多。虽然说练习很累，但是有的福利还是会有啊。哪些福利？就是可能会带你出去划船啊。你刚刚说花体的那个福利不错，是你是练跆拳道队吗？对啊，可以出去划船呢、啊。我啊，他学校的福利、啊就是還有。鲤鱼潭吗？啊？鲤鱼潭吗？没有，清水也会。在哪里？哦。你最好的成绩是全国第几名？没有最好的成绩啊，就有曾经比赛过，你觉得不错的成绩是？就县运第一而已啊。县运第一啊，很厉害了。没有啊，没有厉害。很好了。那全国呢？有没有比过全国？有比过全国、啊。嗯。全国太平洋杯第一名。很多学校吗？蛮多。那你这样到保送大学的资格不是很优，条件很优秀吗？
没有了，都算那个那些都算小比赛，他们毕竟那个也会也可以也算那个申请大学的一些成绩列入评比嘛。对啊。哦。有没有很想念大学？眼睛看镜头，你看旁边干嘛？旁边我在想事情啊。对，做爱怎么讲？有肉，有肉。男生的器官怎么讲？不理智。不久也可以啊。很简单。阿里奇。那女生的怎么讲？不举。那男生那个睾丸怎么讲？阿拉来。勃起那个怎么讲？卡克。射精要怎么讲？怎么打？啊，男生打手枪那个怎么讲？就是没有个讲。也可以讲说如三如四，讲很爽那个字怎么讲？啥红啊？啊，很色。妈爸，这你想什么？看镜头。其实也没有到很想读大学。要念念一点书，那个书跟证照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开卡车要不要证照？不知道呢。开卡车要证照？你怎么不知道？你是有没有尝试啊？我还以为他们就直接开就好了。以后你说什么想做什么？警察还是军人？军人啊。为什么想做军人？只是因为铁饭碗吗？怎么可能铁饭碗？就纯粹想当而已。那为什么不想做别的工作？当老板？感觉啦，感觉因为做其他工作其实看自己兴趣比较重要。嗯。就像你啊，为什么有很多工作你还是选择自由拍摄一样？不是，我们做这工作有自己的想法，因为有的是因为有想法就是有自信，有的是因为有的是做军工教是因为稳定了，但是没有自由他就忍耐，反正就有薪水就好了。这就是自己兴趣啊。你很想当军人？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平等啊，你有兴趣去做的话，其实都可以把它做到最好。陆海空，你想当哪一个？陆啊。可是海军空军那个，至少以后打仗死了也是死在土地上，也不是死在空中，也不是死在海里。你最后都会掉在土上啊。最后都会。干爹娘，阿美族语怎么翻译？阿里半孤音啊。你说口鼻怎么讲 ？QQ 案，不不给。吹喇叭怎么翻？咪滋滋，嘟棒啊。打手枪的动作怎么讲？啊？咪苏拉苏的。你们那个做爱怎么讲？咪阿里。很爽怎么讲？打苏爱。A 片阿美族话怎么翻？阿里拜嘟打苏。那个要做到退休吗？如果当军人，对吧？还没想那么多了，现在高一而已。那平常有什么兴趣？平常就钓鱼、打篮球。有没有学一些吉他、钢琴？没有。那平常有在学母语吗？啊？平常有在学母语吗？泰鲁格话。有啊。你都跟谁学？阿嬷。你爸有跟你们住在一起吗？阿姨有啊。阿姨就是阿嬤。有啊。你阿嬤是在万荣还是在河中？阿嬤万荣啊。哦，万荣。阿嬤现在几岁？六十几。很年轻啊。对啊。那个刚刚你们学校的优点，你说除了那个什么可以滑到海边滑蜻蜓之外还有什么？我现在还不知道有什么福利啊，反正我经过的福利就是这个。那他的课程啊、设备啦、师资啊，有什么优点？都一样，普通高中啊，就普通高中那样的感觉。你们学校总共多少人？好像人不多哈。不知道啊。两三百个还是两百个？一百多个人。也都是几乎都住宿嘛。嗯。你们啊，全几乎全校住宿是不是？对啊。有回家的吗？没有，而且还是规定全部住宿，很少。看你自己兴趣啊，看你自己想怎么做。教练几位？很多，数不清。不是你们那个跆拳道教练？三位。哦，三位。有男有女？一男两女。那教练都哪里毕业的？不知道哎，我没有去问过。
很少跟教练聊天了、啊。不是很少，是我没有问教练这个问题。哎、欸，教练都没有自我介绍。嗯，怎么讲？很难讲啊，很难讲。就算他有讲，你们那个其他同学一年级的从哪些学校上来的？除了你是外人国中，花莲学各所学校都有啊。大概七八六七位吗？对吧？讲一下有哪几个学校，你知道的？新城、万隆、花莲任何学校都有。有国风吗？没有。哎，一个而已啊。国风好几个跑到那个花农的，他们说花农成立才新三年。对啊，没有国风的、哦，一两个。新城是新城国小、啊，国中。好、哦，新城国中，你说刚还有哪个国中？新城国中、万隆国中，什么国中都有了，你想得到的都有。我要知道哪些学校，因为很多学校我不晓得，还有什么学校？你知道？花莲所有学校都有。我就这样讲，花莲镇所有学校是真都有。真那么笼统没有关系，敷衍啊你。哪有敷衍？是真的啊。阴唇怎么？不会啊，你就说谁会教这个？嘴巴怎么讲？挂，你就那挂鼻鼻就好了。笑怎么那么凶？先教你。男生的器官怎么讲？大，女生鼻鼻。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，还有背号。大鼻鼻，你给我小声一点。大鼻鼻，大鼻鼻，好了。所有民意国那国中哦，美伦国中有吗？有啊，花岗都有啊，都有跆拳道队，都有。我怎么都没有看到比赛？我最后再问一点点哈。嗯。你现在是在回你朋友电话吗？在啊。哪一个学校的？哎、欸，你那个简讯，等下再看，快录完了。是啊。你老婆呢？好了没？快点，我要结束了。好。记得要去念大学啊。好。懂不懂？嗯。你们为什么都不想念大学？很多都念那个国体、台体、北体、辅大文化。啊？我也急事，我处理一下。啊，你先去嘛，等一下有空再叫我。好。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嗯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国启天尊呐、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国启天尊呐、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国启天尊呐、啊！你是菲律宾来的吗？嗯？你是菲律宾来的吗？印度。花岗吗？花岗屌神。你们今天还有比赛吗？有。在哪个场地？在屌神的那个场地。干你娘！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Mahibusu。那个泰鲁格族话跨沙小怎么讲？马努卡达安苏。泰鲁格族话超级白怎么翻？大亚根努比比苏。你这样？你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你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你应该知道啊，是你上的、啊。什么事情嘛？那要问你啊，是什么事情啊？你找我干嘛？就是你上网的、啊。上什么网？我放林依龙怎么了吗？啊？没有，我说我烧垃圾啊。你烧垃圾然后呢？是你上的吗？怎么了？我女儿跟我讲的。你现在什么事情？我有影响到你吗？因为整个空气都是那个味道啊。是吗？对啊。那你死了没有？然后呢？那你为什么不讲台语？那台语不是更毒吗？你去检举嘛。你要去检举啊！你都来这边拍了。你现在是来？那你为什么不去检举呢？你现在是来恐吓我吗？我没有恐吓你，我从来不会去恐吓人。那你就回去了嘛。可是重点是。我烧的有比台泥土吗？我是问你。卫生局说可以烧塑胶吗？我问你嘛。我有烧塑胶吗？有可以烧，有没有烧衣服？那都是有毒物体啊。你那是木头吗？可是这里那个是
我自己烧，我在我家烧。你烧整个飘到整个部落、整个操场都是。从昨天我闻到现在，真的不舒服啊。从昨天吗？ 我昨天没有烧哎、欸。你现在要干嘛？我只是问一下你现在指责我是吗？为什么不能 po 文？你为什么？这是所有公民的权益嘛。啊，对，是面。你现在来恐吓吗？我没有恐吓你，那你为什么不 po 台你的？我为什么不能 po 文？你为什么不能 po 台你的？你强迫我做什么？我没强迫你啊。那请你回去嘛，离开嘛。你都已经 po 我了，你为什么不 po 台你的？我有指名道姓吗？是没有啊。我有拍门号吗？是没有啊。那你还不谢谢我啊？你要收罚单吗？你要收罚单吗？你要让我收罚单吗？你要收吗？那请你离开，好好回去灭火就好了。什么叫灭火？那你就叫台女去灭火好不好？你先讲台女再来。我现在打110报警。你打。对。对，你打。现在打，我等。